又有了，昆凌脸书晒小腹浑圆照。24岁的昆凌与周董结婚3年，前年生下女儿小周周，今年6月再诞下儿子小小周，凑成一个好字。哎，还记得她8月受访时才说过，之后有计划生第3胎。我之前有说过，我可能想，可是我现在目前想要先缓缓。对，因为好像有说要3死。对，我觉得2个目前为止很够。看来两个宝贝还是无法满足昆凌妈咪哦。她27日在脸书抛出的照片中，可以看出她四肢纤细，但小腹明显突出，疑似已经怀了3胎。这也让网友纷纷惊呼：又怀孕了？肚子有3宝吗？肯定3宝喽！对此，经纪公司表示有好消息会跟大家说。1打2，其实我觉得会很慌乱，是一个手忙脚乱的一个感觉。惹动新闻，那1打3的话怎么办啊？巴达。